现在剩下最后一组了，这是在第一次竞演当中获得了第二名，并且在上周获得了第一名的小组，他们就是保证风组合。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小品名字叫做拍广告，掌声有请。正风获得了第一名。准备了一些，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这一期的小品，跟上一期有所变化，不靠服装道具取胜。对，我们不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服装了，主要靠演技。没有，我们有正风。对，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正风。对，只要他不走，我们组就有希望。只要他还在，哎呦，太受宠若惊了，你们两家。不怕第一，就怕第七。保证风，我们来了！龙哥，你快点的，小宝等咱拍广告呢。干嘛呀？那边记者还等着采访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到底是人红是非多呀。你看，你们两个拍个广告。没有我，人家都不给钱了。龙哥，龙哥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家等了你好久好久了。我停。